当地时间12月1日星期二，华尔街主要指数开盘走高，主要原因是中国工厂数据好于预期。另外，不止一种新冠疫苗有望在年底前推出，支撑了投资者对经济快速复苏的押注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开盘时上涨158.86点，0.54%，至29,797.50点。标准普尔500指数开盘上涨24.24点，0.67%，至3,645.87点。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开盘时上涨114.63点，0.94%，至12,313.36点。